你世界行不失望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你哦，别再自己欺骗自己啊，你就参照伊文章讲的，你爱不对人啊。你说你是一个无良心的人，好啊，那呢，咱来试看卖咧。你对家己的太太这么无良心，对你的查某囝，是不是嘛同款，这么无良心啊？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啊，你不是啥物代志拢唔管，啥物拢无爱啊？想不到听到家己查某囝的代志，规个精神拢来安尼。哦，那呢我知影，会当让你振作起来，加油，就是伊同啊。我警告你，你上好莫有别乱来哦。伊同是我的干女儿，我哪会对伊后背来啦？我只是想讲，既然伊是会当让你振作起来的人，我就应该把伊带来你的身躯边啊。是讲我真正就袂晓带囝仔嘞，若是把伊同带来这里落的，还有啥物事搁出？是千万唔通怪我嘞。文成伊无要紧，即马乖了好好，你莫去甲伊叫了。为着李文珍嘛，不是什么好妈妈。朱一彤一出世，就一直跟保姆住做伙。迄个保姆嘛，看过几落届，伊应该会当放心，把一彤教好啊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敢卡掉伊，你才试看嘛。为着要让你振作起来，我就干那会当去拜托伊彤啊！我今麦就去找，我会干。Kill！ 李郎君，歹势哦，搁让你走一转。袂啦，还有代志处理好势就好啊，以后大家较好办代志，那咧就麻烦拜托啦。无问题啊，安尼顺行哈。刘姐啊，你今日打个卡电话给我，即马就甲伊封锁。伊路可能会有危险，千万小心点哦。魏文珍，刘佳瑶，你今麦过来变什么棒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今麦是交保候传的，卡斯公你若做出什么伤害一同的代志，你是会让人关一世人的哦。我哪有可能伤害伊彤啊？是 Carol 伊即马要去找伊彤，我今日做出伤害伊彤的代志。Carol 要找到伊彤，你哪会当好样你做啊？伊彤是你的查某囝嘞，你哪遐尼无理性？我知，我伫即马上加要紧，咱要赶紧去找 Carol， 唔通我找伊彤，阿无即下就害啊！伊彤是不是跟你保姆遐？你讲废话啊！我咧上班呢，伊彤当然嘛伫咧保姆遐啊。那呢，保姆一定唔知啊！我告诉伊。伊那是甲伊同去，安尼要安怎啊？我今妈妈想去找伊同，卡斯讲伊同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是绝对袂放恁两个人出来啦。伊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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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同。吴生，吴生，你敢有甲我保姆联络啊？伊讲伊找伊来讲，应该伫个风雨才对。
不是不是，你从底下。哎、欸，算了，这把开到前厝关啥问题？而且，今仔家己来收头，小人你家己讲的时阵，千万当切记着，知无？妹，你跟我们怎样？Carol， 你带伊同来家散步。伊同，你看是谁来啊？是你的爸爸跟妈妈来啊呢？你是不是足久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来出现啊？伊同我婆，我来。我照顾我婆外跟女儿啊，我起码是我照顾。伊同，你敢搁会记诶？当初你妈妈破病的时阵，拢是干妈来照顾你诶。干妈替你泡牛奶、替洗身躯，搁陪你睏诶。干妈对你这么好，你要大汉时阵，还会记诶，有好干妈哦。Carol。伊同爱困啊，来啦，和我抱啦。你还今天是要创啥？伊同和我抱咧困，嘛是会用啊，伊会晓啉哇。小柔，你先让囡仔扛个婴儿车好吧。站住！今天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你不是爱我甲伊同扛你去婴儿车内底啊？你把伊同带回去，我准定给人抱怨，尤其是刘佳瑶跟 Carol。 快点！好。李文生，你真正就超过，连佳瑶也不用看囡仔，佳瑶是伊同的亲生爸爸，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我是来保护我的查某囝。之前我遐尔相信恁两个，把伊好交予恁两个人照顾，我真正就后悔，我对不起我的查某囝，所以以后我是绝对无可能予你搁只第一桶。你袂安尼对待佳瑶，佳瑶因为即摆袂用看囡仔，毋是去外头去的立场啊。我看你有安尼啦，为了佳瑶即摆嘛无代志通做，你要把即摆迄个保姆辞掉，予佳瑶去照顾伊桶。安尼毋是真好，我无可能安尼做，啥都袂用诶。你之前毋是讲你有话请伊同，今仔甲刘小姐比定了，要甲伊同当作是你诶物件。你只有控制狂诶妈妈，伊同对你失望嘛是痛苦呢。加油啊，不安尼啦，我替你甲伊同诶监护权取回来，你才要伊同大汉。你今仔是咧讲啥物笑话啊？我今仔闹热热请用伊，所以你就要为着伊同赶紧振作起来啊！恁两个人到底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我是绝对无可能让伊同跟你两个人做伙生活。以后伊同只有妈妈，无爸爸。对啊，啊！你之前不是嘛替佳瑶去抢甄普的监护权？你敢无想要体验看卖？真是说当初让你抢囝的感受啊 ！Kyo， 你即摆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是咧叫你的查某囝，李文正根本不是一个好妈妈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好妈妈，还有英哥，我有个真好的小公主，那无凭伊的头壳，还佮伊的脾气，敢有可能做个总经理啊？伊同时让为伊的新手学的啥？我知影啦，伊会当跟伊妈学，你安怎不得手段去手把来红晒，然后害死家己爸爸？你傻了呀！我前面在讲啊。对文珍做亏欠，拜托诶，你莫甲当家乱好无？刘佳瑶，你是甲客户创造好势，要来揍你哇？不是，文珍，你误会啊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。我跟你保证，以后我袂搞有这代志发生啊。今仔会当看到你，还有伊同，我已经感觉足欢喜啊。刘佳瑶，你是头壳歹去是无啊？李文珍还咧好大家吗？还咧即摆一无所有？你之前为了公司所做一切，起码拢是伊的，你敢袂怨恨伊啊？袂，我一点仔拢袂感觉不甘愿，因为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起来。我即马感觉想要，看到文生要交伊同我囝，
你当平平安安过一世人，安就好啊。所以拜托你，请你以后莫再来找因的麻烦，好无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离婚了后才知影对方的好，你起码是想要跟李文珍破镜重圆是吧？我不可能再跟伊做伙啊！啊，你若想要回收，做你客气哦。李文珍，虽然你嘴安尼讲，啊，不过其实你就想要回去家的辛苦比吧？特别是暗时的时阵，你一定感觉就俗。刘家现在已经是你了，伊家己无法度振作，是你这个查某人无能力，甲伊从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你应该检讨你家己，以后请恁两个离我愈远愈好。你千万别听，我比你更爱你，你害怕？那不是来跟我打三杠，你放开！你别干嘛好了，小我的命都是你啦！进前阁跟我讲。你把杨氏集团变成刘氏集团，真的是笑死人啊！是哪家己的水包都离开，你妈不爱你，连你的钱某嘛不爱让你看囡仔，你够有啥？我看你归去，竟然让我抢东西，用到你破啦！我今天变成来，也不是你害的，是你当初想的了啊！对哦，是我今嘛做后悔。你做后悔把他做坏，想要当去做李文珍的小白脸是吧？起码是想要帮上忙，是吗？我跟文珍的关系，这些冤枉都切袂断的，因为阮冤枉拢是伊头的爸爸妈妈，无参像我家你，什么拢唔是。我什么拢唔是。刘佳瑶，卖袂记，你是死是活，拢爱听话的。你有甲你威胁我？我之前不是讲过啊，你若是要甲政府起用警方，做你退去啊！回去啊！我无是要甲互你控制啊，嘛无是要甲看到你。所以讲，我若是会去用关，那呢，我会当离开你这个小查某。所以讲，你若做你去报啊，做你去报啊！刘佳瑶，人对我这样绝情啊！对，我就是这样绝情。敢讲你到今嘛才知影？你。佳瑶，咱们冤家好不？我会当帮助你东山再起，只要你跟我配合我，我一定要。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你我不爱你，我一点都不爱你。拢是你，若不是你逼我去害文珍，文珍嘛袂对我切心，伊嘛袂离开我。过去这一切我拢已经计划好啊，结果拢是你害。我今天变成的失去一切，拢是你害！你不是讲你爹娘认得是我变成痛苦的？你不是讲我才是失信人、伤害人？你是第摆谈恋爱啊？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是骗你？敢无你不知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不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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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嘛啊？对啊，我就是该爬爪。有怀疑无？我警告你，以后莫甲对我起脚动手啊！江叔，你若是怀疑，爱我甲你拍，安尼好啊！我会当继续甲你拍，拍到你无法度讲话为止，拍到你怀疑为止，安尼好无？刘佳瑶，你明明就讲我是你上爱查某人，你想在哪里对待我？你哦，不准再来找阮查某囝啊！莫莫再来插我的代志啊！所以你真。我讲的话拢是假，拢是骗我的。我为你牺牲这么多，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什么都只要是我，什么都没有。刘佳瑶，我为你付出一切，你很好啊。我为你付出很好啊，跟你说一切都好啊。别个笑，别个笑好了，你别个笑。你若是不继续笑落去。凡事我能让你继续做我的地下情人，咱囡仔会走到这款地步，一切拢是你家己做起来。现在我的生死
拢控制伫你的手头。既然也是安尼，那就好啊，咱倒来试看卖，看最后谁会死伫谁的手头。为了我刘家楼做过遐尼侪歹代志啊，嘛无差加你一条。你竟敢咧对头啊！啊！咱就来比看卖，看下一秒人诶，我从这边你输诶！阿姊，阿姊，我有买一挂健康食品，还佮有保健饮品要来互你食哦。阿姊，你要落来食无？话甲遐尼啊大声，连应拢无人应。唉，老家一定哦，又搁规家伙啊带出去啊。正经这点啊演众叛亲离，结果一破病，又搁改演甜蜜一家亲啊，根本就是假掰一家人。不过就算过 M M 无偌久啊，吴淑娟非得直直要死去啊！伊滨海高魂嘛拢过予罗振宇啊！哼，好佳仔，我早就超前部署啊！只要潘威廉会当完成计划，甲罗振宇救到手，咱的五家一切，甲款拢是我的啊！奇怪，家内阁有一张志成的房屋税单啊！这间厝的地址我嘛无看过，咱应该是新买的。志成买厝，哪会无先甲我讲，嘛无甲我参详啊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绝对是台湾后一个马斯克。我即摆做诶代志拢甲伊共款，不管是做车啊，是募资平台，我会甲全世界诶钱哦，拢吸收来我即个平台。你若投资啊，我保证 show you the money。虾米？你家己拢放一个股市？喂！等我发大财，你莫倒来求我，互你投资了。安那，后悔啊？拄啊叫你投资，你死拢唔肯。即卖许会有诶啊！成功三句，我是姑。潘威廉，你是没耍呗？哦，原来是孩子的妈哦。May I help you？ 我找你当然嘛是有代志，啊，不过第一件代志就是，以后不准你敢安尼叫我，有听到无？啊，无要叫你啥？打你呐！你搞点去？你莫遐尼激动啦！啊，你逐工咧大声细声，影响到我的小乐乐，你一定爱注意胎教，知无？我只要一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的鬼巴都会。但是刚好我看到你了，我更加讨厌。这囡仔上好是卖生的，那么一起出事，我就随带伊去整形。小安，你卖安尼啦，啊无我讲一个笑话你听。你连约一个查某囡仔拢约袂着啊！我听你讲话哦，这个更加会大。我不爱讲。啊，你找我是啥物代志啊？头拄啊，我已经传一个地址予你啊，你去倒啊调查看卖啊，内底住的是啥物人？你要我去查啥物人住伫迄个所在，是毋是因为迄间厝是恁朋友的？你毋知影啥物人住伫内面，所以你爱我即个大侦探去替你查好清楚，对无？我叫你去查就去查，你问遐尔侪要创啥？啰里啰嗦。遵命，女王大人，上刀山下油锅，使命必达。好吃嘞，是啊，好香诶。来，哦，变变，干杯。
妈，今日庆祝你入厝呢，要加食一寡，看啥物食啥吧。哦，唔免啦啦，咱家三个人尔，剩安尼一定有够多啊，我看拢食不完啦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这样真爱吃曾先生哦，一定够多的。能吃就是福，真好。嗯，爹妈，我看你家厝拢整理个差不多啊呢，你看够欠当，我甲成功有闲时阵替你买过。嗯，唔免麻烦啦。这社区的接驳车班次真正足多，我若想要买啥，迄拢真方便。啊，还阁有啦，这附近的环境真正足好，我即马透早拢起床来出来遮运动者。哇，听起来真正足好个呢，我拢想要搬过来遮住。好啊，随时拢欢迎你哦。喂，你好，我曾成功。啊？拢已经下班了，才要提资料。好，我等下随传给你哈。是安尼，拜拜。先走啦。刚入去边嘛，要啊提什么打印的资料啦？啊，我去边处理一下。你进去。嗯，妈，快坐下。哎呀，我袂记啊啦。哦，我早卡哦，阁有我是好的吧？我先去处理一下。妈，我该干啥工啊？但成功没人耍，咱继续行。好啊，我先去行。有人在扛路，看起来确实有人在躲。不过到底什么人躲在这里？找麻烦找来这来，你嘛真正困难呢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！哇，原来是恁一家伙啊，住伫个遮。韩威廉，你哪会伫个遮？就算阮住伫个遮，是关你什么地带啊？就是讲啊，你敢不知影你安尼算是私闯民宅哦？我能报警抓你。足奇怪，你是安怎知影阮住伫个遮？敢讲你是偷偷啊，甲阮跟踪哦？我绝对袂当回话的，是小安安派我来的。对啦，我是偷偷跟踪恁啦，安怎？你这是啥毛病啊？啥要甲我跟踪啊？上个阮爸啊，要甲所有财产拢留恁啦，一剩钱拢无要留我这细波的。我就是看恁袂爽啦，今仔日来，我就是要看嘛，恁安怎开阮爸的钱？哦，叫我张定哦。给阮爸钱买一间遮尔好厝，过海逍遥自在，有够袂见笑的。韩威廉，这间厝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
你到底是凭什么走来这边吗？而且上欠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啦。百惠就要替你打罪，红你也去一关就十档嘞。你竟然发威势，他们要偷瑞的财产，你干嘛羞涩啊？我爸就是较爱我啦，伊就是愿意为我打罪给你关。阿娜，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得。可是讲恁就是够有淡薄良心啊，你就莫辜负对你的苦心。伊会替你打罪，那是因为希望你会当重新做人。你要好好脚踏实地，莫规工在遐做迄有诶无诶代志，伤害伊心啦。陈成功，你莫当作你身躯顶有老阮爸诶话，你就当亲像咱家事。你哦，一下歹啊，快九阴白骨出地！我叫阿妹画完了啦，你一下歹啦，莫搁着食啦。乡村拢讲要怪别人，不要反省你家己啊！才就你这种人哦，跟你讲话是浪费时间。你想要即马搞我离开家哦？伊万要过来啊！啊，若无是报给阿姨啊，我袂对你客气。是啊，喂，你莫俩准讲阮是遮尔好哩啊！紧走！我切！恁莫当作人多得当欺负人少，我是无想要跟恁计较，莫当作我输恁哦。我输啊！我喵。喵喵喵！哦，唔知安怎，我刚看到这个潘伟林，我都鸡巴都火。当初阮爸哦，不应该替伊担罪，应该让潘伟林往另一关得到假释。安尼哦，才会珍惜身躯边的一切。今尾规工哦，受空受胖咧，恶爸母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为着这种人生气哦，真正是不给他，别生气啊。对啦对啦，别去生气啊。我帮你这个甜点控哦，准备烤棉花糖哦，稍等让你吃甜甜，安尼心情就变好啊。你像我这个水表对我上好啊，还是讲哦，你一直跟我吃棉花糖，你是要跟我吃甜甜是好事啊？哎呦，你真是讲啥啦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啊，恁就当做我无在家，继续，你继续啊。妈，谁有心啊？叫弟弟。啊，哎呀啦！啊，这么四界哦，拢赚袂到资金来争取，敢讲真正我放弃卖场啊？玉君，阿妈姐，这菜是咱顶家讨论过的，啊，我有改良过啊，你试食看麦，看看林肯的舒适区卖无？阿妈姐，是的啦。啊，这租金的代志哦，还要解决，我吃不落啦。哦，哎，啊，你唔是做侪朋友拢是贵妇，啊，叫人入股啊？我遐贵妇朋友哦，都干那想要开翁的一个享福，哪有空去投资啦？万不哩做无好，叫翁妈咪加衰。嗯，啊，你再找你投资公司啊，叫人搁摕较侪钱投资你嘛？还蛮贵啊啦，因就讲哦，这是因投资上大金额，袂当搁济啊啦。啊，无你会使。好好好，阿文姐啊，啊你想到的哦，我该想的该做拢做啊啦。除非你即摆有法度调财神爷赐我钱财，要无无无啊。卖场哪无做啊？你会用当个钱好买卖场做总经理啊？哎，头家毋是恁大哥啊？家己人客户讲话嘛，无得讲哦，伊拢真欢迎你转去哦。哎呀，我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也唔过我若当个真好买卖场哦，啊做搁较大个职位。嘛是咧替人做事啦，我嘛想讲哦，家己创业较实在啦。对啦，安尼讲嘛是有影。哦，啊，你也伫遮？哦，我是要来走啦。免走，我要讲的代志甲你有关系，徛遐听。啊，阿俊呀，啊，敢是你不爱起我的租金吗？啊，对不？租金会用免起啦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好，莫讲是一个，啊，十个一百个我拢答应的。啊，是啥物条件？食食区袂用好做。啊？你讲啥？你食食区无管啥物人做拢会用，就是袂用好做。我的条件这么简单。简单是简单啦，伊毋过我做袂到啊。啊，我甲阿芳姐哦，研究这食食区拢研究遮尼久啊呢。啊，你即摆叫我莫让伊做，我敢阁是人啊？慧君，不要紧啦，我无做无差啦。
你千万唔能为着我，这个卖场无做啦。你包我别人，我别人做。哎呦，袂用你啦，阿万姐啊，咱两个是 partner 呢，咱研究菜是研究这么久，看到可能给你换掉啦。要换唔换，随在你啦。你想的详细再来跟我讲啦，我话讲到这。不是，赖春怡啊，你。啊，这赖春怡啊，真正讲袂出声嘞，我卖掉都要开幕啊，是要咱换人啦。慧芬，你的心情我了解啦。有当时我常在想哦，咱两位熟识，啊变甲亲像姊妹共款，是一种多奇妙的缘分。这一切哦，拢是因为陈浩的关系啦。所以讲，叫你即马甲我辞掉，你心内袂得过。啊，不过叫你放弃卖场，你又搁会真伤心对哇？好、哦，阿万姐，哦，你即马发力搁提升安尼吼，哦，可能读心术哦，还是讲你请倒一尊神尊来瓦解，啊，哪知影我心内咧想啥？那是因为咱两个个性足同款的，讲话拢直来啊直去，心内有代志嘛看袂掉啦。你拍这个死掉无要紧，我家己放弃。你免为着我的代志在伤脑筋啦，啊，得阁烦恼资金的问题。哎呦，阿妈姐啊，你安尼请你阿三哩，我煞啊，唔知要讲啥。我真正哦，就想要跟你合作的啦。啊，不过现实就逼我讲啊，哦，我真正无得放弃袂掉，所以讲，歹势啦。你是讲歹势啥？其实应该是我吼，跟你做多些。感谢你这阵嘛对我的支持，后摆吼，咱阁有机会通合作个啦。阿彩，我已经赶来，你来试吃看卖啊，看我什么所在需要改进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吼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啊，多谢你呢，没事。安尼无代志，我先走。好啦，好，拜拜。你个来春姨哦，的关系安尼解袂开啦。若是恁大家心不会当好好，安尼唔才偌好哩。是你甲伊拍，你等食安眠药了后，我明天就爬起来，就甲我抓咧拍，敢讲你拢袂记的？我敢真正安尼做？你是不是想要甲李文章伊遐物仔同款，用只安眠药来梦游做借口，想要趁这机会甲我抬死？我这就开始后悔，跟你吵上来厝的。滚！你别跑过来！你别个跑啊！你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别跟我拍着足好个，什么我会怕你？我老可能对你安尼做。那么，我敢有可能甲家己拍到安尼？真歹讲，因为之前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设计文章的啊。我得靠你即马，也是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对我，把所有代志拢无赖我。我现在做不了这种。
因为哦，你是看我无出脱，是要用这個方法把我赶走。哎呦，我今麦变成安尼，拢是你搞害，嘛是你搞为难伊带动啊。所以哦，我人生，你一世人拢爱搞混切，而且你嘛爱饲我，你知吗？你若是会当振作起来，我当然愿意跟你做伙生活。啊，不过你今麦，大家拢饮烧酒、食药啊了后，甚至搁会出手跑啊！我真正无法度跟这上这款生活。你敢无法度接受，那是你的代志，关我什么地带啊？你哪会当讲这么无负责任的话啊？你家己人生已毁掉啊！所以，你想要跟我怎么拖落水？对啊，我就跟你同款啊。不管我跟哪落水，你就死要跟我黏条条。这不是我爱的生活，在高二时完全都无够。好啊啦，莫搁哭啊啦。哎，我先来去洗身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把刀腰啊，你去买一个物件我吃。我不是叫你去搞买物件我吃，我巴肚做枵的。拜托你莫再哭了好无啦？你是要哭到什么时阵啊？我现在已经足衰啊，你再再哭落去，我会阁愈衰，你知无？我就是愈想愈艰苦啊！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么高的查某人，你把伊这婚礼带倒来厝的，我根本就会当唔管你家己一个人倒去美国的。我现在要为着你这么牺牲啊！天若，我嘛是为你牺牲足济，我失去规个江山呢。天若，我拜托你，重新去找头路。不要再喝酒，也不要再吃药了，好不好？吹头路。我现在出去了，只用配嘴暖而已。再说，现在有多一间公司敢请我？不过你现在变成这样，吃药了后，甚至还会对我出手。我现在真的感觉心就疼的。我感觉你真的是足烦足烦的。好啊，既然你无想要和我做一个废人，那咧我过去啦，就出去伫咧路边哦做一个游民啊，较好啦。佳瑶，我知影啦，你今麦一时咧甲我洗心地啊，只要你愿意，你随时拢会当东山再起的。你到底要我安怎做，你就愿意重新振作起来？要我振作起来，会有一个办法。但是你想办法把家己变好无去，安尼我就当一世人都免再看到你。你哪会当对我讲这款话？我拢当替你暗干你害死杨长浩的证据啊，感觉够无够？你给我站起！你卖什么公司？大家这件代志挂你阿嘴的。只要不是无顺你的意，你得把影片摕出来，你威胁我。我知道啦，非得你总有一天一定把影片搞出来，我叫关掉啊！我不需要你做啊！不过我看起码变安尼，根本不是我当初爱的那个佳瑶。我是绝对就失望的，我不相信你会当画什么好的未来。对啊，我今麦就是让你做失望的，安怎？江鹏。
你有够想要搞毁掉是无？就参照之前安尼，对无？若是予你去看，会当帮助你重新振作起来。那安尼，我是不是应该安尼做？调清楚哦，你若是害我叫人抓你关，我嘛绝对会抓你做的罪犯。你莫去抓我，你莫去抓我，你莫去抓我，你莫去抓我。你这小杂毛你！我今天变成安尼，变到这样狼狈，拢是你害。玉柔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若是想要搞毁掉，好啊！我刘家瑶一定会带你做位落地干的。到时阵，我已经甲所有人讲，杨承浩的死是我甲你做的，也甲所有歹代志，你嘛有一份。刘家瑶，你好掉去！你们相信我这良心啊？因我绝对要顺你的意的。你别激动，我去一下，看袂到你的所在，放轻松一下。加油，加油！我跟你回去了，你别去怪我好不？我来陪你，一步一步去得到你想要爱的物件了，好不？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想要爱什么东西了。有啦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永远都不想要跟你讲这条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跟你回信的，你等等我，等等。我已经跟你讲话，你是听无人的心无？我不是要看到你，我看到你才作反的。张小姐，你和你男朋友哪会规天拢在冤家啊？搁乒乒乓乓在等物件。我警告你，你想我是卖做事好？家己后悔的代志，阿兰无，咱两个在做伙时，谁拢免想要换。张小姐，你身上的伤，拢恁男朋友甲你拍的哦？还袂用的，我替你打电话报警啊！阿妹兄弟，你若是报警，我就真正昏死啊！啊，恁男朋友这么恐怖？张小姐，安尼袂使，恁两安尼，我唔敢把厝租予恁嘞。恁还是紧找一个所在去住好啊。你爱我爸做？恁男朋友会怕人？这样子无正派。我这出入的人，我无想要这样子复杂，所以拜托你还是紧搬走啦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会赶紧找新的所在。一个风流倜傥、烟斗飘泼的，嘴手哪会烧到安尼啦？我这款用意还是要记人啦。等一下，小安安跟小乐乐都要来啊，我绝对袂当安尼见。Whoa, whoa, whoa.
遐尔早就来啊？小安，亲爱的新瓜宝贝小乐乐，恁这几天过了好无？我今日坐出来，不是要开讲的，讲，已经出来面对的是啥物人？小安，你唔知影，我为着要完成这任务，我偌辛苦嘞。遐是哦，非常高级的社区，我为着要深入敌营哦，搁要通过层层关卡，啊，避开一台又搁一台的监视器。而且哦，我搁有一张非常大张的手啊，顶在咧摄落来，啊，发现遐么长。啊，搁有哦，我搁叫后尾路烫着咧。我若是哦，有啥物事搞砸，以后可能就记袂着我，所以我今嘛足需要你的爱救命。哎呀，甚可远的啦，讲重点，别在遐讲迄五四三的，内面住的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就尤佩英甲吴佑新因一家伙啊啦。你讲啥？尤佩英甲吴佑新因住伫内面？是啊，我入去的时阵，吴佑新因两阿婆，啊，搁有尤佩英，搁做伙过烤肉趴，看到我就想要攻击我，我差一点啊，连命拢要休去啊。小兰，我对你付出遐尼多，以后你得来对我较好个，哈。就会个，因一家伙也竟然住伫内面，迄间厝明明就是志成的，伊是凭啥物住伫内面啊？到底是骗你什么啊？哦，小安，你别这样生气啊！安尼会影响到小乐乐的情绪。哦，你要注意胎教哦。我已经发生遐尼啊大的代志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冷静啊？啊、哦，我是吴志成的太太呢。结果嘞，伊竟然在外口买厝饲查某，这件代志我煞完全拢唔知影。你叫我别生气，我哪有可能做会到啊？哦，小安，你家己冷静的哈，饮一杯果汁，提起火。不爱听你家己饮啦。哦，小安，你是咧创啥？较细腻，你拌着我啦哦。你来安尼深情款款，哦，是不是感觉其实我死了就缘投？对你来讲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嗯？嗯，我是伫咧想讲哦，我做小孩哪会遐尼啊衰啊？啊，全世界查甫人明明就遐尼济，偏偏我爸托内面这囡仔的爸爸，煞是一只酒鸡。啊，我看以后，看起来这囡仔出事以后，我无想要认你做老爸啊。小安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我的好啊，你啥物拢莫阁讲啊，我不想要听。看到你这垃圾物件，会影响到我的胎教。我要先来等啊。小安，你来叫你赶紧走，我袂甲小乐乐讲话。小安，小乐乐。嗯，吴新庄那叫你垃圾啊？我来是安尼哦，我不管小安会气扬我。哦，志成，你哪来？哦，对我听讲前几工恁厝敢若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所以来甲恁关心一下啦。来，来点小姐。啊，多谢。啊，就我听佑新讲，前几工敢若潘伟莲在领导乱是无？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拄只有交代保全啦，以后袂阁发生这款代志啊。其实我一点仔拢无惊潘威廉，哎，伊会当做诶，就是来遮乱，来遮呛声。我无认为讲
伊真正会安怎啦？啊，毋过人讲哦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潘伟廉个性你嘛真清楚，平常时啊安尼疯疯癫癫，嘛毋知伊会做出啥物款个代志。你还是较细腻比较好啦。我知影，你放心啦。我会记较早你的兴趣哦，就是种一挂花草，还佮插花。大概看你安尼安安静静做一件代志的，唔知安怎，我的心哦，咪感觉足平静的。咱少年的时阵，根本就无时间做家己喜欢的代志，规工哦，拢为着生活咧无闲。后来我失去记忆，我甚至拢袂记得我家喜欢啥。今麦总算是有足侪足侪时间会当做我家己喜欢的代志，我感觉呢，我的存在就满足啊。你会当安尼想，真正足好诶。人上重要的就是知影知足，安尼才会当过了幸福。一个人不管进前失去搁较侪，嘛爱珍惜身躯边所为一切，安尼才袂一直痛苦落去啊。你真正就不简单呢，会当甲在伤心艰苦的代志放下，而且哦。讲话嘛，愈来愈有智慧啊！这拢是现实的生活逼的啊！啊，天公伯就安尼安排啊，咱就干来当接受，无过会当怎？啊，这时阵唔知影是啥？刚是保全，代志要找你啊！小安，小安，你哪来这？你真正当家？你根本就无资格问我这个问题。我是你的太太，你偷偷温瞒我，买这间厝好友骗大。你讲，你两个人头大是不是踮在偷钱？哎呦，小安啊，你是伫黑白讲啥啦？我无买这间厝给佩英，是讲你哪会知影这个所在？刚讲你偷偷叫人跟踪我、调查我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做。你家己偷吃，佮唔知影七嘴。这条房屋税单拢已经寄到厝里来啊！你更唔知影藏好好，所以我才会知影。你先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无想要听。胡志成，你哪会当遐尼无良心啊？你讲恁两个讲到遐尼光明正大，讲恁啥物拢无，结果呢？你煞私底下金屋藏娇。恁两个哪会遐尼袂见笑，遐尼袂见笑？小安，你真正误会啊！你先冷静下来。好好听我讲好不好？我真正无买这间厝给佩英，这间厝是我买给佑新，还佮有成功因的新婚礼物的。我只是想要尽一个做爸爸的心意尔。是囡仔因有孝心，先给佩英入来住，绝对唔是你所讲的甚物金屋藏娇。我无想要听伊讲遐尼济，我干那问你一句话：这间厝是唔是你买？是啊，那恁你敢知影伊住伫遮？我知影。啊，你唔对对啊！吴志成，你答应过我几届啊？你讲你绝对袂阁介有任何搞，才结果嘞！就算讲这间厝是你要买给吴佑新的，吴佑新给伊妈妈你买住，你嘛不应该来遮，你嘛不应该介私底下见面，你是安怎做的？你唔来欺骗我、温瞒我，甚至是跟伊谈只约会，是不是我较办发现的？你两个人去房间做啥物袂记事的代志啊？啥物袂记事的代志？我拜托你好无？你唔知影查，唔知影买，就伫遐胡白乱讲。你讲话敢袂输过超过啊？你超过人是你。
这不是要找我约会？是因为进前潘威廉来这乱，伊只是来关心一下尔。这上无做个讲话啦，就是你。你这狐狸精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消失啊？你一直受康受胖，破坏我的婚姻。我已经对你吞忍到这种地步啊！你是安怎也是遐尼无良心啊？你是要被讲啥？我真正无，你莫再讲啊！你这臭小三啊！你每一个拢讲一套做一套。今仔日啊，我就要拆破你的小鬼脑壳，我就要好好干死这辈子死杂毛！小安，你先出去！他来你啦，小安啦！小安，小安啦！小安，爹，你都崩溃啦！小安，小安。哎，小安啊，唔通安尼啦，你卖脾气，你是有心的人，你放开啦，哈！放开啦！哎，小安，小安，小安，放开！失踪了，我无啊！你要去吗？啊，小安，我逃，赶紧挡住他去！我去，我去，我这边送你去白衣，你赶紧啊，走去白布台，等起你，好，你赶紧。走，小安，你卖无聊啊，我真正无跟你耍。是美工姐啊，我是上想要来去北医，你帮我开一下门的。谢你哦。你休息啊，何夏丽。早是看到我，就想要走，敢是搁想要骗什么吧？叫人，等一下。Kara， 你是不是搁要做什么歹代志？所以一看到我就要走啊？讲话啊！连看拢唔敢看吧，生气啊！咱无啥物好讲的，等一下。你含过到哪里啊？是谁甲你拍卡呢？敢是刘佳瑶？是你啦！我即摆逐工拢感觉足痛苦的，我知影这是天公伯给我的报应。文珍，是我唔对，可袂当原谅我。我无可能阁原谅你。你阿妈管是啥物？你甲刘佳瑶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是咪逐工？我就惊倒去厝的，惊伊敢会伤害我。文珍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我好不？真正是刘佳瑶，那你赶紧离开伊啊！我无就想要离开伊啊，阿不过，文珍，今日你会当伫遮拄着你。应该是天公伯的安排，你就是爱我当面跟你忏悔。文珍，我真正最后悔你做出现在的代志，我不应该去爱着刘佳瑶，不应该让伊花言巧语骗去，更加不应该给伊为一身病才回来跟我大做伙。你真正是一个痟的，你不来骂我，跟伊出去跑啊！我真正顶要活不落去啊！刘佳瑶现在怕你，你就是在怪我毁掉伊的一切。伊起码大家拢冷到醉茫茫，暗时搁去吃安眠药，药吃落去了，就开始对我起脚动手，伊甚至搁想要把我电死。那刘佳瑶敢知影伊吃药了后会对你起脚动手？
你哪有可能会承认？啊，不过我这规身躯的伤，若不是好伊拍的，我敢有可能家家己伤害到安尼？反正我真正，足惊有一天会让刘家豪太死的。我心想到底要怎做才好？文静，你遐敢有所在会当叫我面一个？Hero， 你是不是搁咧骗我？之前你带伊同的时阵，就讲你拄着歹人，把家己的衫了破。迄个时阵，你唔是就想要得到我的信任？文静，我跟你求绝，我只甲讲的拢是真的。刘家耀真的就超过的，我会跟伊做伙设计，陷害伊，拢是好伊骗的。我真的就讲的。代志拢已经变到安尼啊！你即卖会当做的，只有报警，甲警察讲刘家耀会伤害你，只有警察会当保护你。反正我知影你对我最失望的，嘛知影你一世人绝对无可能会原谅我。啊，不过我一定爱让你知影，我真正足后悔，也是真正想要有我过去所做一切赎罪。我无稀罕，我敢那希望你离我愈远愈好，还佫有。我记住你，你若是敢接近我的查某囝，绝对报警了。文生，是实的，请你记住，这是我一个实的。你若真安尼，我就是软心蛇吧。刘家耀会怕你，那是你家己应该，家己注定来。你若不想要继续跟伊拍，你就去找警察保护你啊！凯文，你的人生一点仔关系都拢无，我一定证明给你看，我一定为我所做一切赎罪，就算是牺牲我家己的性命，我嘛甘愿。赎罪？你要安怎赎罪？文哲，即马伫咧台湾，我就剩你一个朋友尔。啊，门口家在阮哥，妈未必讲在台湾做生理啊。过几天，伊就继续隔离啊。到时我一定会请阮哥替我主持公道。我相信阮哥一定有法度对付刘家耀，让伊唔敢去伤害我、欺负我。阿哥，那是。我无好做当家，阮哥继续隔离。反正，我连当拜托你，请你一定要甲阮哥讲，我的心绝对只有可怜，想刘家耀好死。你讲到安尼，袂算是刘家耀提刀啊，逐天叫爹你的背后要甲你抬死共款。我拢会拍到安尼啊。我一抬起，我是只有可怜的。Hero， 你把这话讲给恁哥哥听啦。伊只是去有人隔离，不是去有人关起来。文正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啊。我知影，人家提供的会安排，我伫这时阵拄着你。你就是爱我，为着我所做一切好好赎罪。文正，你就要好好保重。我请你替我甲文章讲，多谢你过去的照顾。我嘛最好离家家存，会当给你一个无时无刻幸福的家。是想要安怎赎罪？想怎我听起来，袂输是刘家耀想要家己抬起共款。不管啦，
非得拢跟我无关系，我真不想要插。我都觉得，你今麦就无爽快是吧？我请赵医师替你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爱，你拢卖过来，我不爱做检查。小爱，你免继续伫遐关心我啊！非得我甲囡仔对阿公根本就无重要，阮两个人伫你的心肝内，你根本就无要紧。你哪会安尼讲啊？你甲囡仔对我来讲，当然嘛重要。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提你家己的身体，还顾囡仔来讲算笑，你就好找医师替你检查一下啦。我讲我不爱就是爱，你听无啊？你若是坚持要我做检查，奶奶我即马就离开。嘿，你是要激动？你先冷静落来，好好道理好不好？算我拜托你。我看你啦，既然你不爱做检查，奶奶至少你好找医师替你做一支安胎针，我比较安心，好不好？算我拜托你。赵医师，麻烦你。赵医师，多谢你。一定，你别客气啦。那些个任何需要我的所在，随时叫我就知啊。好，那你先来保养，我送你。我刚才我坚持不爱和你做检查，那不发现我做数不符合就害啊！你今晚有感觉较好无啊？我有较好无，甲你无伫台。你已经伫外口买厝饲查某啊，我甲囡仔又搁生啥？唉，你真正误会啊！我买厝不是要买好配，因为我是买好佑兴，还有成功因。啊，既然厝已经是因的啊，因要安怎处理，拢是因的代志。我哪会知影讲配因会去遐大？你唔免来这套啊！非得以后你讲的话，我拢袂相信啊！小安，你来。阿姊。我都来病院做检查，就听人讲小安送入来病院啊，啊，搁伫个病房里吵吵闹闹。一个院长夫人，哪敢安尼成什么体统啊？佮讲什么院长夫人啊？我往这边往志成放屎啊！阿姊，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，若无我真正无想要活啊！即马是甚物情形啊？吴志成在外口买厝饲查某，伊家又骗奸污藏娇，而且搁我当场抓着。啊？你哪会做这款代志啊？哦，阿姊啊，咱做家庭啊，几啊十年的时间，我的故事你敢无了解？你莫听小安在遐胡白乱讲啦。事实是，我有买厝忘着，啊，不过我不是送给配音，我是送给。佑兴还有成功，伊的身份礼物，啊，遐环境好，啊，囡仔友好，所以才会叫配音机啊大，绝对不是小安所讲的什么我金屋藏娇，你莫相信伊啊！你莫解释遐尔济啊！你买给吴佑兴，甲买给尤配音有啥物无共款啊？当然无共款啊！我买给我家己查某囝，迄是我千八百的心意。那安尼，你私底下搁偷去找伊，是要搞安怎？你之前明明就答应过我几落届，讲你绝对袂阁甲伊高高伫啊，结果呢？你煞私底下走去因厝里甲伊约会。我是啥物时阵甲伊约会哈？我会去找伊是因为有代志去找伊的，你莫在遐误会好无？志成，我认为这件代志哦，你做了唔对。就算讲咱家的经济无问题。要唔过买厝是件大代志，应该先甲你的太太参详啊。我当然嘛知影甲伊参详，唔过你也毋是无了解小安的个性啊。大概只要讲到佑兴还有骗的代志，伊的情绪就足无稳定的。更加莫讲伊即摆有心，我就是烦恼会去刺激到伊，才无甲伊讲这个代志嘛。这拢是你的借口。
伊根本哦，就是惊我会阻挡你，所以才对我温柔，对我欺骗。唔是安尼，是唔是安尼？你家己知知啦。子辰，我认为小安讲的嘛有道理啊。你买物件送给佑心，就等于买送给佑佩英同款。啊，你对因遐尼好，甘愿胃口饲大，啊，可是变哪啦？恁两个人对因误会真正足大个呢。人佑心啊，佩英从来毋捌甲我讨过啥物物件。啊，惠弟，我嘛无赞成你安尼做啦。阿庆，等等。喂，刘俊啊，哦，轮到我是不？好，我马上过去，你等我哦。子辰，不管安怎讲哦，小安才是你的太太，你应该先好好处理甲伊的关系，莫互伊伤心艰苦，这才是做一个翁婿责任吗？还有你啦。有什么代志，你好好跟志成沟通，莫三不五时安尼使性地，影响到你巴肚内的囡仔。那你我先来啊。是你啦，我唔知影哦，要找代志闹到这么大，我无甲你心缠上过，是我唔好，请你原谅我好不？我请你相信我，我甲佩英真正无虾米，我会去找伊，迄是因为前几天潘伟廉走去遐乱，我甲关心一下就安尼尔，拜托你莫阁生气好不？关心，你真正就爱关心的吼。难得你得继续去关心你迄只狐狸仔就好啊，我的事情免你管，你走。小安，别卡我。阿斌。你妈到即马，唔若对我无谅解，伊是知影张庭是我的后生，妈相信会变个作歹。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，才当让你妈妈谅解我。不过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接受张庭，让张庭代替你来友好伊。阿明，你卡苦，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当好妈承认张庭是伊的孙？妈，我回来哦。哦，你回来哦。嗯。你搁咧思量爸？无啦，阿丽英也无代志做，甲恁爸开讲一下。妈，我知影你即摆一定足艰苦的，阿妈嘛真正有够超过的，搁较安怎生气，嘛不应该提早爸的骨灰坛，安尼以后咱是要安怎祭拜爸？黄金翁啊吼，只是到思念伊的人一种精神的寄托啦。人即摆的人拢利用树葬啦、花葬啦、海葬啦，拢把骨灰回归大自然啦。你若真心想恁爸爸，你就把伊哦，放喺你家。妈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也毋过我也是感觉。阿妈无甲咱讲一声，
就家己甲爸的骨灰坛提走，想无尊重咱啊！安尼做就是唔对。好啦好啦，莫讲这无欢喜的代志，妈家这资料收收的，巴肚枵无？我煮物件你吃吼。丹姐，妈，这资料唔是用来做熟食区的物件的资料。妈妈就想讲，熟食区的头路无想要做啊。哈？你无想要做，是为虾米啊？无啦。阿妈妈都定咧，哦，一个工腰酸背痛。啊，我搁咧想讲哦，我能力敢若无啥够啊，啊，万不如我来去接这个头路的，我哪工做得无好？啊，对恁慧君阿姨唔是足歹交代，所以我就考虑了，我就决定袂做啊。这哪有可能啊？你之前为着要做熟食区的工课，遐尔认真打拼，我拢看伫个眼内。哪有可能因为腰酸背痛就不爱做啊？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啊？要是赖春妈要去慧君阿姨的租金，伊就不爱开卖场啊，所以你才不爱做的。要是慧君阿姨要用更加俗的计数，包括别人去做熟食区啊？你卖想想这個。跟慧君阿姨无关的，这是妈妈决定的。那呢，敢是跟赖春妈有关系啊？我也无讲跟赖春妈有关系啊，你莫都乌白摇啦。因为我最近感觉伊愈来愈奇怪啊，伊唔呐对我生气，甚至对别人嘛咧发脾气，所以我咧想讲。是不是伊对你塞性地啊？也是伊讲什么话，让你无欢喜啊？啊、哦，你莫乌白药啦，甲赖春妈无关系啦，是妈妈决定无要做的啦。咁真正是安尼？我骗你要创啊？啊对啦，啊，你甲妈讲最近看厝要出人拢真济，啊，你对思思咧做房仲，啊，做了下款，客户敢有满意？袂歹啊。对嘛，我送思思回去的时阵，拄好看到慧君阿姨替我写的感谢函，给思思看。嗯，因看了拢真感动。虽然讲我袂当讲是我写的，也毋过我还是感觉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总算把我的感谢传互因知影。安就好啊，你也知影呢，你这条命是算好给你的。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认真打拼，做一个有路用、有价值的人。安尼就是对春浩上大的报答。嗯，我知影，我一定安尼做诶。我嘛会继续写批给思思，安尼会当给思思更加侪鼓励甲安慰。安尼好啊。啊，手面去洗洗，妈妈煮面你吃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咱的囝，让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我嘛一定会想办法，让妈妈来接受伊。太细啦吼，先生，我想咱是不是应该先结一个笑的？结什么笑啊？我酒都袂啉完呢，是要结啥？安怎？你是惊我无拿钱哦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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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卖生气，卖生气啦吼。啊，无安尼哦，你搁继续啉，继续啉啦吼。
以你提杨承浩的代志威胁我，敢讲我真正安尼一世人都好控制？你哪有办法安尼啊？照来拍啊！除了伊以外，还够谁啊？我，我是当时咧甲你拍。你昨暗食安眠药了后，我明明想爬起来，你搞我抓咧拍，敢讲你拢袂记的？客路公遐烧，拢是我拍的。我敢真正有动手？可能真正是我拍的啊，因为我真正足讨厌这个小查某，讨厌到想要让伊我消失伫这个世界。那是因为精神失常，去对客户下手，安尼我应该量判死刑啊！不过我敢真正发大下手，是安怎？要搞威胁就对啊！好啊，那呢哦，咱大家再来试看卖，小可会转去哦，我一定要让你看。喂，喂，你哪个唔出声？我得要挂电话啊！我是 Carol，Carol， 你看我有啥物代志？你唔是有来找我，爱加药犯罪证据？你帮我看证据，你即马人伫倒位？我今仔日无方便啊，思思。我敢会当甲你约明仔载透早十点，伫恁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见面啊 ？Carol， 你无给我看的证据，是毋是甲陈浩有关系？这明仔载就要讲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甲我所有的证据拢摕互你看。你有这样，你就是给我许过自信吗？无问题，明仔载透早十点，我一定伫遐等你。啊，不过我请你莫参照，之前咱约看出同款，甲我失约啊。真正的代志，我真正就是的。思思，为着保险起见，我等下会把我住的地址传给你。到时我若是无出现，你一定要来找我。Carol， 你即马人伫倒位啊？听说你的声音听起来怪怪，敢若在哭？是毋是刘江瑶知影你要给我看证据？所以要对你做出不利的代志。只是我明仔载若要出现伫咖啡厅，你一定爱到我住的所在来找我。我拜托你，即马得只有你会当救我。救你 ，Carol， 你讲我清楚，你那边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啊，干脆我替你报警。伊个人回来啊！我袂用佮佮讲。
拄只 Carol 讲的，应该就是刘佳瑶。伊会这么惊伊回来，敢会是亲像我拄只有的同款？刘佳瑶因为惊 Carol 把证据交出去，所以等在控制 Carol， 想要甲干死。袂用的，我即马若打电话过去，刘佳瑶一定会怀疑。希望明仔载我会当顺利见到 Carol， 安尼我就会当知影刘佳瑶伫迄天到底对陈浩做啥物代志啊。英玲，多谢你。你是不是还在想伊伫福建的代志？我是在考虑，是不是应该搬离开家？我真正无想要再做些无必要的误会。妈，是累啦。原本我想讲，这附近的环境较好，唔再甲你建议叫伊搬来这住。上山的代志变个安尼。对周小安来讲哦，我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，伊当然会来找我的麻烦啊。应该是成功来家里啊，我来开门。嗯。阿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刘佩英，你真正到底自从被这间厝里面了？这间厝自从不是买好啊，伊是买好用。伊是要买何佑新呢？啊，不过不管伊是要买何啥物人诶，重点是伊即卖伫大叠家啊。佩英姐，你实在是够厉害诶呢！啊，你正正声声久久甲我挂保证，讲你绝对袂破坏我诶家庭，结果咧，这一挂头尔，你著马上住入志成买诶这间厝内面，甚至是甲伊谈些约会，你真是讲一套做一套。小安个人感觉是嘞，佩英，你今嘛搁甲志成哥哥提啊？这间厝是志成买予你进屋长照的是吧？他是不是安尼？我甲这间厝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这是志成买予佑新，搁有成功，想要当作是结婚的礼物。啊，不过伊两个人工课真正上过无，伊无法度过来住。我唔正会搬来遮替因顾厝。是啦，哥。但是真正是安尼，我唔爱搬过来住，是我甲成功拜托伊的，是阮的意思。绝对唔是你拄只讲的什么金屋藏娇，请你莫误会啦。哼，你唔免阁解释啊。对伊来讲，你若是会当甲恁爸妈重新塑造对，那恁母仔囝会当名正言顺继承志成所有财产，得到所有一切啊。这才是你真正无得对吧？我无安尼想过。我爸妈的感情是伊的代志，我做查某囝的，从来无想要感谢。你唔免来这套啦，我知影，你甲你妈拢是同款迄种讲一套做一套的人。而且我嘛知影，你早就看我无顺眼，想要甲我赶离开我家，然后霸占之前所有一切，所以你才会想空想吧，替因制造机会，替因牵线，甚至是互因伫这间厝内面偷来暗去。我才无偷来暗器，我所做的一切拢对得起我家己良心。真倒是你，我可劝你，上好是控制你家己情绪，好好保护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卖到时阵阁继续无细里当着太气，还阁会怪伫我头壳顶，想要引起别人的同情。哇，阿姊，你看着啊吼，这有朋友，伊就是这么啊摇摆。即卖你已经伫遮。伊阁敢安尼对我呛声，更加唔免讲你无伫的时阵，伊是安怎欺负我的？你真正是足够硬的，较会硬的人是你。请你听我解释，我就卖阁讲啊。这间厝，志成买予你，这是事实。不管是要送予你，也是送予佑新，我敢安怎讲，拢伫你母仔囝仔袋仔内面啊。
阿哥，我真正有记载，我爸的好意，啊，不过伊就是希望我会当收落来。我知影，志成是一个好人，只要伊身躯边的人，伊一定会尽心尽力照顾伊，对伊负责。阿哥，伊从来无想过会有人想要利用伊，设计。即马志成大部分的财产都是我家的，我是伊的大姐，我当然有这个权利维护伊财产的完整。佩莹，有心，我希望你来当了解我的意思，爱对志成的财产有任何的企图，也无，我是不可能让你有好日子过。阿姊，阿你讲话哦，敢有需要遐尔客气？你着应该直接叫因这对狐狸仔母仔囝离志成愈远愈好，靠边志成的财产，互因乌了了。周小安，你是凭什么安尼讲？你叫我离志成较远，你是尊嘟啥？啊，不过佑兴是志成的亲生查某囝，赵胜将来伊继承志成的财产，迄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哎呦，妈，先莫讲这啦。哎，物件拢是身外之物，我真正无要紧的。我知影你无要紧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听袂落去。恁爸只是送恁一间厝，当作是结婚的礼物尔，啊，不是甲规个五万个拢还来乎你。是安怎咱着爱让因讲甲这尔啊歹听，袂输咱对恁爸有啥气都共款。哇，阿姊，你有听着吼？这油片的骨卡总算是折出来，伊就是想要利用佑心，得着我甲收为一切，你千万较细腻哦，油片。你莫想讲佑心是志成的亲生查某囝，伊就理所当然，啊得着收为物件。五家是五家，就算讲，阮无要给伊任何物件，这嘛是应该的。阿哥，我真正从来无想过要提什么物件。吴女士，你安尼讲就真正上超过啊。佑兴是志成的亲生查某囝，卡叔志成想要对伊尽心，那恁其他人拢无资格管。尤佩英，我是志成的大姐，唔是其他的人，只要有我这个大姐在。我是无可能让任何人霸占志成还有五家的财产。恁这好野人真正少好笑的，是安怎恁一天到晚拢提防别人，惊人占你的便宜，抢你的财产？无怪政权到今嘛是替你打工尔，你从来拢无真心对待伊。尤佩英，你有啥物资格讲我甲政权啊？我甲伊是无阿囝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好。既然安尼，你嘛无资格管佑兴佮有志成因爸仔囝任何的代志。志成若是想要送佑兴任何的物件，迄拢是志成家己决定。就算你是伊大姐，你嘛无应该插手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哇，阿姐，你干嘛要去？哇，阿哥，你想怎？啊，你是不是人无爽快啊？你想去边啊？哎啦，我哪只安尼哦，绝对是互恁母仔囝气出来。阿姐，你干嘛要紧他？哎呀，阿哥，我看你的病是无啥对呢，还是我叫救护车送你去做检查？你免淡薄假好心啦，阿姐，咱来倒，卖留大家遮，继续还气咯。你阿哥看起来哦，真正足严重诶。是啊，我嘛感觉伊状况无啥对呢。哎呀，我看啊，我小等下是打电话给爸姐，叫伊赶紧带过去看医生。嗯，那你等一下就跟伊联络。你看这里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替你倒一杯温开水。哎，阿姊，我偷偷看你一直拢就想要吐的，啊，你若是想要吐，就唔通饮奶，
啊，我去替你准备一个热毛巾，给你擦擦，会较爽快，哈。哎，别呐，我已经无代志啊，多谢你照顾我。我哪有算照顾你啊？啊，今仔日几乎甲郑群伊拢去应酬啊，是我家己讲要留落来照顾你的，结果才一暗尔就不甲安尼啊。但几乎甲郑群伊回来，一定怪我。这哪会当怪你啊？是我叫你哦，带我去找尤佩英的啊。要怪哦，就应该怪尤佩英，还有吴佑兴伊对母仔囝。因即马就靠势自成天意，对咱讲话遐尔无客气，甚至是拢无甲你放伫个眼内，甲对你呛声呢。是啦，伊喏，开始真气呀呀。所以阿姊，你得爱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安尼才会当保护咱吴家一切啊。那无时间，好因顺利你摆五家，干那物件搬了了是变安怎？我知影，那么过我即马身体哦，愈来愈歹，我唔知影我会当当偌久啊。阿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爱对家己有信心，而且我嘛会好好照顾你啊。阿姐。你人有要紧无啦？我。哎呀，你平时看起来无啥好呢。我带你来便宜，好，我替你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别拿别拿，志成，我好真济啊。嗯，是讲，你哪会知影我身体不爽快啊？徐有清特别打电话给我，伊讲哦，伊看你的人哦，敢那无啥对，叫我赶紧转来甲你关心一下。有心哦。是啊，小心莫来佚佗啦！伊哪有可能遐尼好心啊？伊根本就是敲电话，甲你讲，甲你斗的对无？真正是做出来画脸个菜。人伊一句话拢无甲我斗，是我唔知影伊是安怎会知影讲阿姐身体无爽快，一直甲伊问，问到最后伊无法度才甲我讲。原来恁今日有去找伊。哼，我就知影。那呢？伊是不是讲，我跟阿姊出去干欺负啊？